IT 选播报啊，新奇酷炫早知道。现在苹果已经公开回应，为了打消用户的顾虑，将对 Siri 进行一些更改。在默认情况下，苹果将不再保留 Siri 互动的录音。回顾一下此前七月份英国卫报的报道，苹果承包商能够听到一些相当私密的信息，比如用户保密的医疗信息、毒品交易和夫妻发生性行为的信息。该媒体还称，承包商定期听到机密信息，但是与爱尔兰审查报交谈的承包商表示，录音偶尔有个人数据或对话片段。对于 Siri 的承包商来说，假设他们一天工作8小时，转录1000条语音命令，意味着他们每分钟必须处理2条语音信息的监听和转录。苹果在最新的声明称，隐私是一项基本人权，苹果设计的产品和服务是为了保护用户的个人数据。 Siri 是一款开创性的智能助手，其目标是为给用户提供最佳的体验，但前提是要保护好用户的隐私。我们意识到我们并没有完全实现我们崇高的理想，为此深表歉意。苹果决定对 Siri 进行一些改进。首先，在默认情况下，苹果将不再保留 Siri 互动的录音，将继续使用计算机生成的副本帮助 Siri 改进。其次，用户将可以选择主动参与来帮助改进 Siri， 主要是利用用户请求的音频样本进行学习。苹果希望更多的用户会选择帮助 Siri 变得更好，因为他们知道苹果尊重他们的数据，并且有强大的隐私控制。当然，那些选择参与的用户可以随时选择退出。第三，当用户选择加入时，只有苹果员工才能收听 Siri 互动的音频样本。我们的团队将努力删除任何被确定为无意中触发 Siri 的记录。你满意苹果这样的改进吗？